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你从来没有考虑过你亲人的感受。师傅，有人想跟您比武。你看你的规矩，把你的功夫都给废了。 把这么好的东西传给我，我传给你，你得接上。我要成为台上那个角，我就知道，这才是我的人生。不管天下如何变化，这是我能留给你将来最好的安排。妖怪，就怪你这辈子当错了我的儿子。 所以想看戏，得自己想办法。以后我成了角儿，舞台中间的那个座位，留给你，一言为定。我知道没有你，我可能已经死在窑子里，甚至过着比死还惨的生活。前清时候保过镖，现在镖局的生意不好做，在这拉个场子。